我是今晚儒学营的主持人，我叫谢浩义。我是晚会的节目主持人毛燕。今晚我们一起来欣赏诗礼乐晚会。晚会将传递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的魅力。下面掌声有请我们最年轻的艺术家黄翔老师。这是黄翔老师自己创作的诗歌。我要给大家朗诵的诗呢，我还跟你们补充一首。补充一首什么呢？叫做白日将近。因为什么呢？在美国纽约日落公园，我遇到一个美国的电影导演，我们中国人东方人和他们的时空观是不一样的，他们对空无的理解就叫科学技术的实证实验，叫做真空。我们是无中生有，是丰盛的空无啊。他们的时空观呢，太阳承诺就是承诺，所以叫日落公园。我说我们东方人是中华民族啊，太阳承诺和太阳升起同一个瞬间。我说为什么呢？眼睛瞪圆了。我说因为我们背后是立体交叉的多层时空，这里太阳沉下去，那里太阳升起来。所以我一会儿首先第一首啊，要给大家朗诵《白日将近》。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个日轮，沉下去还会升起来。对生死趋一，阴阳复盛。这是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和不一样。你们就看我呢，我搞的是诗歌、唐朝书法，还有绘画、行为艺术、诗歌朗诵。我们的书法不要小瞧啊，篆书、隶书、楷书、行书、草书，还有唐朝。我在西班牙展出的时候，他们很能接受我们东西。他们看到个唐朝书法在画面上，唐朝书法的线条运动，他们叫做画字和字画。所以呢，我的诗词画呢有三个特点，我先给大家沟通一下，帮助大家了解。我也希望年轻的朋友，我这个已经是老顽童了，希望和年轻的朋友多多沟通。我今年有三本书要出来，第一本叫做天启之灵。几千年以前屈原发出的，投河汨罗江之前发出的天问，二千多年以后的历史回音。那个天启之灵的副标题呢，叫做时机小时空之庆，大庆玉庆斗斗斗斗。但是我跟你讲，我呢，你们今天那个雨雪云啊，我有幸来参加，但是我也很崇尚儒释道。但是我跟他讲一讲哈，跟他讲一讲，讲讲就人体宇宙意识啊，我也信奉宗教，是浩瀚时空无垠宇宙的，没有砖石垒筑的庙宇和教堂，太阳燃烧的太阳就是我的日烛。日光的蜡烛，云雾就是我的缭绕的咽喉香烟，电闪雷鸣就是我的木鱼的敲击声和钟啊，失踪啊，嘣砰的声音。我现在下来，第三步，这第二步是人体激光，就是时空斑斓的清音。第三步叫做辽阔的心经。心经、诗经、金刚经、道经，还有茶经啊。宇宙人体，闭上眼睛，
全身都是张开的眼睛，席地而坐，双腿盘曲入镜，自己朝自己内视。体内选入了人体内在空间，波动四季的风和水，每一个瞬间肌肉都无形的流转的泥石堆，骨架前移入深挖的竹木，也有精血，也有脉络，延伸人体宇宙的秘闻。血肉心神密布，每一个细胞都是个星球啊，对吧？血肉心神密布，太阳和月亮双轮飞旋，白天和黑夜滑行在血脉隐形的轨道上，抵达大自在，也抵达空无。茶有北方滋味，午后清痛的滋味，秋夜谈天的滋味，雪的滋味，月光的滋味，梳妆女人的滋味，花草混合的滋味，阿罗珠塔清凉的滋味，下棋的滋味，烟酒混合的滋味，大石器的春光，漂浮舒适苍凉的滋味，大雪纷飞中炭火木质风光的滋味，秋天诗啊，秋诗的滋味，地图，独自听音乐的滋味，孤寂无人的滋味，疲倦伸懒腰的滋味，雾的滋味，毛毛雨和太阳光的滋味，山泉提名的滋味，河中水草和鱼腥的滋味，整个季节树叶金光灿烂的滋味，一阵牧民颤栗，从头到脚掠过全身的滋味，等待约会和正在约会的滋味，猫咪偷睡的滋味，阴阳之气神秘交融的露水的滋味，服装茶服啊，服装喷煮云光松涛的滋味，清洁无语的手的滋味，中年以后渐入老境，方加措人生书卷中的北方茶味。OK。谢谢啊！谢谢我们年轻的老师们，充满了